请听题干，这是一个由马季老师编剧并表演的单口相声，1984年春晚播出。鱼肉牌香盐，哎，不是，你把面包给人放过去。你干啥？你出啥力了？答题答题没答，算算不吃，你来块面包。我一定是这道题，我先垫一垫。答不上来，先表示一下愧疚。请看题。我们宇宙祥言，历史悠久，经验丰富，设备完善，技术一流，请您记住电报挂号14625。14625，24680，不是，他前面是马老师。24680，不管三七二十一。对，哎，明姐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来吧。那我就知道了。你们确认不？我们还有不一样的。电话不管三七。电话不管三七二十一。不管。电话不管三七二十一。电话不管三七二十一。别对视了，你俩没生出来呢都。那个一岁，那个三岁，你看啥？这么经典的节目，前天我们还在看。那你告诉我答案。答案，我明确一下啊，刚刚说的是电报挂号14625。对。电话号码有没有号码两个字？我们是有号码啊。我没有号码，没有号码，没有号码。不是，你看你对账啊，前面是。电报，前面的电报，不是，你听我说完。你先听我说完，咱们别再挑爷爷们的错误了，好吗？先说一下对账应该是怎么样的，腾哥。对账前面是电报挂号，然后那这个就应该是电话号码，这叫对账的。马东老师说是有号码两个字，那就有。有没有？有。没有。有是没有。爸。爸爸。我的妈呀！我的妈！爸有没有啊？真答应你了，你说该咋整？我这作为徒孙辈的，我这膝盖都准备好了。有没有号码？电话不管三七二十一，还是电话号码不管三七二十一？电报挂号14625，电话号码不管，没有号码，没有。如果有，算我爸演错了，好不好？哎呦，这话就他敢说，谁敢说？是啊，我不敢啊，我。来吧，看答案吧。电报挂号14625，电话不管三七二十一。请吃。哎，不要，先不着急吃啊。我给一个追加题，你们要答对了，咱们就算打平。行，好，很简单，就这个作品的名字叫什么？宇宙牌祥言吗？不是。你要能答出这个来，你就是真熟这个作品。这个作品不叫宇宙牌祥言，所以它叫……我看看啊，等会儿，宇宙牌，能想不？那就叫。下海，小买卖，一盒宇宙烟。第二句，一笔小买卖。就这点还指导我师爷。一个推销员。哎呀，一个推销员，一个推销员，你这一说还是有印象。这个是不是吃的心服口服？心服口服。后来传承。宇宙牌香烟，因为这句话大家特喜欢。五瓣。哎呀，你们吃啊，快！哎，你难道没吃过大蒜面包吗？你把它塞到那个面包里面，这样呢，你就当你是吃的是热狗。我的好弟弟，好，我的好妹妹。一个湖北人一辈子没吃过这么蒜。